Hello， 我是阿冠，今天要介绍代号行者。代号行者是一款思路朋克风幻想卡牌 RPG 手机游戏，以西游记神话作为蓝本，建构了一个奇幻的东方幻想工业世界。在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不受魔眼影响的灵眼师，一路向西踏上求法之路，拯救逐步走向失控的世界。游戏中的主线结合了跑图、解谜、漫画、插画等形式，通过动画结合音乐提升沉浸感，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幻想世界。透过了 Unreal 引擎打造，玩家将能使用虚拟遥感探索 3D 地图剧情章节，在过程中融合了解密关卡、NPC 互动、宝箱探索等元素，战斗就是即时制的战斗玩法，像是幻想三国志那样的战斗方式。不过在挑战强大 BOSS 的时候，却又是不同的战斗画面。每次的故事剧情也都有动画去演绎，玩家将化身行者，走在大唐时空背景的平行世界，经由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跨过整个东西方世界。目前游戏是测试当中，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Hello， 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玩这一款游戏叫做《代号行者》，它算是一款朋克赛博风格的卡牌手机游戏啊。不过它的故事背景，我个人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以《西游记》作为蓝本啊，所建构的一个奇幻东方世界。那这个西游记呢，但是又加入一些高楼大厦，然后还有一点赛克朋克风格，感觉起来背景故事还不错，那其实画质也不错，虽然它是英文版本，不过等一下应该是可以调整的啦。反正因为它是在新加坡做测试，所以它的那个语言我在想应该是可以调整为中文，我等一下去试试看看。来，接下来是这个人，就是 Pig 吧对吧，应该是吧。好，我们就是后面这个使用了补血技能，这个叫做 Monkey King， 所以 Monkey King 应该就是孙悟空吧，对吧？不过我有看到有中文版啊，所以应该是可以，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然后右边那个就沙悟净吧，所以我就是唐三藏咯。依照他们的故事，他的师父 Master。听无啦。Master， 然后呢？结束了。我又做了这个梦 ，Master。你有听到那个 King 有一个很糟糕的梦吗？哎呦，太多了，我可不可以直接让我翻？大家可以看那个旁边的那个风格，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还有倒影耶。好，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可以控制了。他现在不让我控制，我想去调整语言。Demon 是他们在这个游戏中的一个很像是魔石吗？类似魔石、晶石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类的。那不受这些影响的，就像我们的主角，他叫做灵眼师，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念呢、啊，灵眼师，如果没念错的话。就是简单的回合制吧，还是即时的，没有看到它的速率条哎。不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不喜欢 Q 版人物。
还是不让我控制。好啦，我们就只能先照剧行走。会不会最后他其实只有英文而已？那我们就认真玩吧。你知道这个人呢、啊？其实我刚刚看他好像是那个拿风火轮，我就觉得很像是什么红孩儿之类的人吗？他的大招只能补血58滴血，干超弱。还是要靠我们主角啊！可我觉得我们主角长得很，就是那个状态很像，就是孙悟空的样子哎。他拿剑的，怎么有一种忍者的味道？哎，不错哎，还加入一些动画。时间停止了，有没有？所以其实有中文的、啊。子弹时间啊，子弹上膛。这个戒指 ，The Ring。这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比较像东方奇幻世界，但是它有带一点算是工业风格吗？好烦哦，好想看剧情哦。想看剧情，有了有了，我们已经到这里了，可是现在要先点它。我猜这个是什么转蛋？对啦，转动。这前面应该都是固定啊。这可能是捕食之类的吧。The light the ring has chosen you. With time, all will become clear. So, 刚刚抽到的人是故意吗 ？Take it， 拿下它。他的防御，他是肉盾吗？怎么血那么厚啊？我靠！补血补太少了、啊，一点都没有用啊！直立式的，它是进攻直线的。我觉得氛围感其实还不错啦，就是它在那个战斗可能之后如果人多一点，可能会比较好玩。谁是 Superintendent？Preparations are almost completed. Your Chang'an pass is ready. As the spirit in the west. Good. The ash. I will see you in 3 days. 哎，我没有办法快速哎。
with it, you will defeat many enemies. 哦，我这个主角可以使用技能了。The West Market is the center of trade and culture, and however, 不要逼我打一只二啦。Hello, I am but a scholar. You call yourself a scholar, but you're not exactly learned, are you? There's three of us, one of you.好，我现在可以使用技能了，应该是每回合增加10点吧。有了，我可以用，我可以用了。好，用涂鞋。哦，这是攻击哦。所以我真的是贪真账啊。我现在应该是培养人。加一，哇，血量直接加3000呢！不知道有没有解锁技能呢？This new airship, I wish you all good luck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spirits be on you. All being well, you'll have an unhindered journey. Be back before you know it. 我们要出发了，出发丝路。现在可以这样子。Treasure chest. Each map is scattered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treasure chests. Go and open them. 好，我们现在可以跳出来了，因为换了，等于说整个教学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能要先去设定看一下。好，目前终于进来了，他可以用了这个中文了，真的很辛苦，终于可以用中文。哇，一键领取。好，我们现在的阵容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先去转蛋吧。免费买一个。好。然后启程行者，这个叫做我们的人物嘛，然后行者也是我们人物吗？就是我自己本人而已。这里接引室，现在的话有1700，我在想是不是能够十个啊？看要3000。哎，我们都不够吗？四个好不好？转起来啊！凉，凉，感觉好像很弱。好，紫色的感觉就是优。
哦，没有啦。原来的人，哦，原来的人刷职业品质上升呢。再一个紫光，靠，都同样的。蓝没了，把它用完了。我刚刚明明有看到紫光雷姆。好啦，我们没有了啦，所以我们去编队把它编一编吧。所以目前的话，我们有二指欸，还不错。然后多一个，也不知道它老鼠好了，好不好？我们还没看到老鼠它的，好吧？那我们先去这个地方。后面终于有中文了。取你性命之人。欸，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宝箱啊？点击此处可以加快。哦，我们有加快战斗了。希望二倍速就好。靠，那个攻击太弱了吧！先去这个保险箱。有四个小章节啊，烤虾只有一个人吗？哦，有来了。我后面这个技能应该要强一点。等级差距好大。这还有一些小关卡。现在最方便，它就是有四倍速，超快，四倍速超快。我现在多一个人完全没屁用啊，攻击只有一而已。
哦，打 boss 了。打 boss 的画面变这样子。现在用自动战斗，所以就比较简单。初期嘛，画面没办法移动，是固定好视角。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加速，再多加速一些。加速了。